23-24赛季波兰超级杯女排决赛落下帷幕，玻璃彩化工3-1击败了 LKS 罗兹，俱乐部历史上第四次夺冠。四局比分为25-20、20-25、25-20、25-17。四次夺冠的年份分别是2014、2015、2019、2023。本次比赛是时隔四年后再夺冠，而距离丁霞抵达球队的时间还不到一周。至此，玻璃彩化工成为夺得波兰超级杯赛冠军次数最多的队伍。丁霞拿下了留洋第一冠，可喜可贺。颁奖典礼上，丁霞也与球队一起疯狂庆祝了这个冠军。实际上，在辽宁队，丁霞也很难夺冠。此番来到了波兰冠军之师，丁霞尽情享受俱乐部冠军的喜悦。